如何用牛奶盒做小飞象存钱罐？可爱的小飞象，长长的鼻子，又大又圆的耳朵，爱吃钱币，爱存钱，爱做大富翁的美梦。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大家做小飞象存钱罐。你将需要牛奶盒、各色布织布、美工刀、剪刀、胶布。第一步，将牛奶盒上部分剪掉。用美工刀在盒身挖出插鼻子的小孔，第二步，用桃红色布织布将盒身粘贴包裹。并用美工刀挖出插鼻子的孔。和长方形的投币孔。第三步，裁出桃红色、白色布织布。制作成耳朵。并用胶布粘贴在盒身两侧。将白色和黑色布织布分别剪出两片圆形，粘贴成眼睛。第四步，将桃红色布织布剪成 T 形，并卷曲做成小象的鼻子，插入小孔。制作完成。你知道吗？小飞象是迪士尼的第四部经典动画，其主题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音乐片配乐奖、奥斯卡最佳歌曲提名。